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花桂的皮没了，它剩这种 普通的皮。哎，红豆有吗？也叫做。原味红豆是吗？原味红豆可以啊，好，一个。今天刚好超贵皮卖完，太扯了啦，草莓都没了，超贵被卖完。对啊，因为大家有些也蛮喜欢那个，就真的买蛮多的。哎呀，你没有跟他推荐 XO 酱，就是他们就是买那个、啊哦、真的、哦、买 XO 酱，然后买萝卜丝，然后就超贵，今天都卖完。哦，这么夸张，红豆的，好，哎呀，你好吃起啊，这个很好吃啊，好，那来，都来了，好，对，这两个，对。